可心。这次呢，我为女儿准备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它了，它就是 Kiko 的 Baby Hat 4-in-1。现在我先把女儿放进去。Kiko Baby Hat 4-in-1 采用的是五点式安全带，这样子宝宝就可以很好的被保护着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坐在沙发上面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按键一按，把我的女儿推下来。现在已经坐在沙发上面了，我的女儿就给我呈现在同一个平衡点，是吗 ，BB？ 如果宝宝困了，就把它拉下，就可以睡在我的旁边了。现在再播一个睡眠曲，就可以让它更舒服、更轻松的睡觉。Kiko Baby Hat 4-in-1 上面呢，你打开之后呢，它会有两个不同的音乐，这个是比较轻便的音乐，还有一个就是睡觉模式的音乐。它还有一个灯的功能，就是让宝宝可以看着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还有舒缓他们。除此之外，这些小玩具是给宝宝可以玩，还有让他们专注在这边之后，让他们比较容易睡觉。Kiko Baby Hat 4-in-1 是有四个可锁住的车轮，可以方便在家使用，有定住模式，可以更牢固的锁着，之后可以拆开继续移动使用在家中。 Kiko 的 Baby Hat 4-in-1 的外套是可以拆卸的，之后还可以放入洗衣机内清洗，不怕脏了之后没办法清洗掉，非常的方便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把 Kiko 的 Baby Hat 4-in-1 放在你的旁边，可以同时间工作，又可以看着你的宝宝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在厨房准备食物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宝宝放在 Kiko 的 Baby Hat 4-in-1， 让宝宝无时无刻都在参与我们在家中的活动，让他不会闷，不会怕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有一起的乐趣，是不是呀 ，Baby？ 我说。Kiko 的 Baby Hat 4-in-1 简直就是我和我女儿的好朋友。